宝贝，我想喝冰可乐。喝呗。我说宝贝，我想喝冰可乐。冰箱有啊，自己拿去呀。你要我自己去拿呀？不然呢？不是你要喝吗？那你不能帮我拿吗，宝贝？我又不喝，我帮你拿什么？你不喝就不能帮我拿了吗？不能啊。那如果我拿了，你要不要尝一口呀，宝贝？可以尝一口呀。你看，还是证明你想喝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去拿吧。哦，那我不想喝了。那我想喝呀。你想喝，你自己拿去。哈哈哈，我是觉得宝贝，你拿的会比较甜一点。那咋的？无糖可乐，我拿了就变成纯糖的了。这哪有东西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你看你怎么又生气了？能不能拿？啊？问你。拿，比我前女友还难伺候，再说一次。比我前女友还……抖音。